什么叫有头？老是和海你聊天，我就觉得有时候真有点奇葩了。啊，都是中国人，那就是所以说人家是有这个头脑，你没这个头脑，你笨呗。啊，你告诉我，你的情商、智商，就是刻意的从这个 DNA 血统里面带来的，就是祖祖辈辈传下的这个 DNA， 就永远发不了财呗。你是不是想这种阐述这个原因？跟你聊透彻点，这个海啊。别人有几套房子的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包括特工阶级，那天生的他就有这么优越感吗？你告诉我，啊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谁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？啊，为什么很多人打小他就已经奠定了他这一辈子，他天生就是吃特工的这个命运吗？你就根本不明白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聊天为什么大伙会无形中会怼你或者是干啥，这是有道理的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刻意的装还是刻意想隐瞒什么哈。既然你这么聊海，我就问你，这个所谓的不公平，它的根源在哪？是由什么造成的？你行使过这些事儿没有啊？为什么你就没有房，我们就有房，而且不止一套了？你告诉我。按照你的说法，就是我们聪明，天资聪明，四个老百姓他都不傻，知道不？啊，你还真以为那句话把大伙洗脑洗残了？知识能改变命运，勤劳能致富。你见有几个农民工是勤劳致富了？啊，两手全是老茧拔的这种。中国的老百姓都不傻，知道不？啊，挣到钱的就是有聪明头脑的，在游戏规则。啊，我们的这个公共资源，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红利，它是在一个平等线上嘛，属于公平公正的嘛。我前面都说过了，全国的这个考这个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一样嘛，各名校的录取分数线，你连基本道理都没有，你归咎于老百姓的智商，或者是老百姓的懒惰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你这个逻辑思维就出了问题，你知道不？那如果是这种聊天呢，海啊，我只能说你活的这个程度是活该的，因为你的智商从遗传学上来讲的话，你们家后代还是这个成果，照这个社会发展下去，你们家的后代再往后推几代永远买不上房的，知道不？我只能像这么说了，因为你说的是这些原因都是个人的因素造成的，和国家和体制和任何都没有关系。你连什么是根儿都不知道，知道吧？要如果是和你聊这个21年的事儿，我估计你是一窍不通了。什么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，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啊，想想回顾上下几千年，为什么中国人具有劣根性呢？这是自己造成的吗？啊，就像上帝造人，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幸福指数、生活指数那个质量倍儿高？你明白吗？关键是，那你聊这个不是扯淡啊？在那个地方，知识能改变命运，还分国家，一到了中国就不行，就怪中国的老百姓智商情商不行呗。啊，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制度？你知道不？那么聊到这个美国这个奴役战争完事儿以后，人家的建国理念是什么？人家的宪法到现在为止没有修改过多少，建国了多少年，几百年。你对这个文明社会的进程啊，包括一些体制啊，体制跟你讲，我不知道你是特意的装还是啥，游戏规则是一个游戏规则吗？我们是几个游戏规则，你明白不？所以说啊，大米涨到20块钱一斤，我是举双手赞成，知道不？妈了个逼的，挣不到钱的人饿死就让他饿死吧，那帮低保户那帮穷逼，我操，妈了个逼的，包括你半个毛粉，我操，你们这帮人国家就应该让你们自生自灭，让那帮低保户那帮叫嚣的爱国的那帮二逼货，我操，穷死他，穷他妈再穷他妈几代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米涨到他妈20块钱一斤、30块钱一斤，我他妈举双手双脚赞成，操你妈的。优胜劣汰，他妈的，对于这帮二逼货，去让他们自生自灭，他妈的！你不相信？你问问老虎，问问别人，你看赞不赞同我这个观点，对不对？包括昨天、前天我应该是，一天我就拿出去1000多，为啥？小师弟的小孩结婚，给了5-600，妈的，一个同学的老公死了，又给了5-600，
那天聊天在上面那个宾馆聊天的我的时候，他们说我这个人思想太坏，我说他妈坏就坏，咋地了？大米涨到20块钱一斤，让这帮低保户、这帮爱国贼吃不起，饿死得了！我操，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他妈一个造粪机器，完全是制约了这个社会的发展，知道不？他们不理解这个文明社会的这个发展是怎么去奔那个那头去的。老在那个地方他妈的叹气，老在把根源还认为是自己的这个原因。说是大米涨到20、35啊，没什么意见。基本上95、95、95的汽油、92号的汽油涨你妈了个逼的20、30一升，我也没有意见，管他妈了个逼的。哎呀，自杀多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鼓足点勇气，找个地儿跳楼去多好啊！对于老。哎呀，自杀多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鼓足点勇气，找个地儿跳楼去多好啊！对于老残，对于不会思索这种人，饿死也就饿死了，因为他们确确实实 是拖了这个文明社会发展史这个道路，在这个道路上他们整个成了一个绊脚石。这帮人也没什么指望的，指望他们完全庆祝不了文明的。所以说这个物价飞涨，我觉得是正常的，我也赞成。聊天仅仅就是聊天而已，刻意去装，或者是刻意去想表述些什么东西，或者挖坑，我历来我不同情这种人。针对于这个愚昧之人的话，我觉得他妈了个逼的优胜劣汰嘛，淘汰了他也是正常的事儿。但是老虎让你吃啥好，我认为就是把大米涨他妈20、30块钱一斤，让一部分人他妈了个逼的自生自灭得了，你何必对他同情呢？原来实际上我也抱有同情心的，街上看见这个逃犯的，我也多少给一点，三拐两枣的给一点，现在我给个机枪，我给你就他妈那个命，造成你的原因你都不知道，你没有反抗精神，哎，饿死也就饿死了。所以对于什么低保户啊，什么无保户，我去你妈了逼的！原来我还有同情之心、怜悯之心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所以对于什么低保户啊，什么无保户，我去你妈了逼的！原来我还有同情之心、怜悯之心，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这帮人确确实实是在这个社会文明的这个发展史上，的确是拖了这个国家的后腿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得了。他说这个对弱势群体自生自灭，这个还拖了后腿，这个我是不能苟同的啊，这种社会不是文明社会。